白仙小径究竟潜藏了什么险秘呢？金秋双王陷入冰庙的阴毒罗网之中，因会有性命之危吗？开启宽解关键者，黄金秋阴毒升级，引导魔界终极争夺，一战的两命运，掌握在他人之手吗？开战真相，不和庭暗回太乙良心，究竟担出了什么？神秘的客栈主人，披花连环阵，与天魔互相配合，能量宽解顺利解封，打破僵局吗？玉帝一连串精彩叙述，请勿错过吴文德布袋戏《霹雳战兵曲至极》第27章《王者之风》《霹雳战兵曲》。